这是一张2011年在网上被称为史上最牛毕业证的照片。说他最牛，是因为这份毕业证的导师一栏赫然写着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的大名。这几位在近代中国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。无疑，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。1925年，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，召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。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，也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。不过两年以后，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。这一次的关注，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。王国维，字静安，一字伯鱼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。1877年12月3日生，他在文学、美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古文字、考古文学、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，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。1923年，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，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声远举荐，与罗振玉、杨宗熙等应召任清训地溥仪南书房行走，识五品路。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。第二年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驱逐溥仪出宫。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，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，因阻于家人而未果。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，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。1925年，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，教授古史、新政、尚书、说文等，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。桃李门生、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。在清华，王国维不仅教出了谢国桢、丁山、刘勰、徐中书、戴家祥等人，这些人都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，在全国的知名大学任教，影响深远。他也结识了史学界的另一位大家陈寅恪。陈寅恪，江西义宁人，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，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。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，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，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，广泛阅读历史、哲学典籍。早年他留学日本、欧洲、美国等，学习梵文、巴利文等古文字，并了解西方文化。他国学基础深厚，国史精熟，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，所以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，也往往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推崇。1925年，陈寅恪被梁启超力荐受聘于清华。在清华，王国维和陈寅恪算是真正见面认识了，但其实他们的联系却远远不止于清华。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钱家学风的影响，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。王国维一直视沈曾植为师长般敬仰，而沈曾植与陈寅恪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。陈寅恪是晚辈，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。
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、西北史地、元蒙史的研究，与沈曾植的影响也不无关系。此外，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、沙婉等都有密切关系。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，也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。1926年，陈寅恪来到清华园的当晚，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。这是两位神交已久的大师的初次见面，这一见就不可收拾。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两位大师就多次交谈，以致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大赞陈寅恪：此人学东方言语学，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。可见这段时间里两人的交谈涉及了东西文化的多个领域。两人还常常结伴到海王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淘书，王国维审定中文书籍，而陈寅恪审定外文书籍及佛藏等。陈寅恪在晚年大作《柳如是别传》中也还在回忆和王国维一起淘书的事情。除了一起淘书，两位大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探讨学术。如果有友人在家没有找到王国维，便会马上想到他在陈寅恪家中。王国维50大寿时，陈寅恪和吴宓早上8点便到府祝贺，晚上又准时到王府赴寿宴。这样的交情在当时的清华园是很少见。很快，两位就结成了风意生平、师友间的忘年之交，成为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。尽管两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，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，彼此情趣也很相投，两人成为了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。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陈寅恪走进了王国维的内心，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知己。入殓时，在王国维的礼仪中也跟着行跪拜礼。2年后，陈寅恪又亲自为王国维写了墓志铭，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。尽管外界对王国维的死猜测众多，但陈寅恪却真正走入了王国维的内心。陈寅恪有一段著名的文字：凡一种文化之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，其表现此文化之乘凉欲红，则其所受之苦痛已愈甚，待既达极深之度，待非出于自杀，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意尽也。这也是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最好诠释。